如果我们不是新婚燕尔，我是绝对不会跟着他去那种野蛮的国度做生意的。我听说那里的人们又脏又臭又下贱又恶心，我讨厌芝麻，哼。还不是为陪我老公啊，像我这样又优雅又高贵又美丽的太太就应该待在伊格利斯呢，皇宫里享受我的下午茶。讨厌呢、啊、也不知道这海风会不会侵蚀我这白皙娇嫩的皮肤。不要说那么可怕的事情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平安到达。听说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座大的宅邸。